每一个都在打蚊子，打的是小黑蚊。好多，才几秒钟，小黑蚊又来了，一次都是好几只。 几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只。被叮到绝对哀哀叫，因为会痒的受不了。这里是嘉义县水上乡美上美社区，最近社区内俗称"欧不亚"的小黑蚊肆虐。居民为小黑蚊所苦，而且连室内都被叮到。 居民为小黑蚊所苦，而且连室内都出现。手脚好几个包都是小黑蚊叮的，居民拿艾草熏也没用，想尽办法要对付小黑蚊大军。专家说，被叮到千万不要抓，否则会越抓越痒。可以在患部呢做冰敷。 或是冲冷水来减少瘙痒感，只是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小黑蚊？嘉义县环保局表示，当地环境有大牌，沟壁上都是青苔，诱使小黑蚊滋生。应该注重，比如说这些积水容器的清除啊，这些青苔容易长青苔处的这些清理。环保局目前考虑在环境清洁周设定清除小黑蚊栖地主题，和社区民众一起驱蚊大作战。华视新闻陈金邦、邱君平、蔡中旭嘉义报道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